下次千万别动手了。你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暖夏，昨晚你……苏暖夏和夜神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啊？太可恶了，夜神居然为了他打架。又是什么炒作吧？苏暖夏也太有心机了吧，为了追夜神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。说什么呢你们。没有炒作，也不是苏暖夏主动追求的我，是我主动追求的苏暖夏。怎么样，可以闭嘴了吧？